请研究人员撤离到指定位置。陈老，顾教授，一切准备就绪，请下达命令吧。各单位注意，可控核聚变实验工作全部就绪，准备点火。警戒卫星已就位，一切正常。已到达警戒位置，一切正常。海域封锁已完成，一切正常。三、二、一，点火！充能完成，增压完成。实验成功。成功了，首长在。首长好。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你顾教授，有了可控核聚变技术，我们龙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之巅。我代表国家和组织感谢你。首长严重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知道科研人员情况特殊，今天的授勋大典也没有赞美，包括你对国家奉献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对外公布。这枚勋章代表了国家对你的荣耀记忆。苟利国家生死也，岂因祸福避趋之。自从我决定投身科研的那一刻，早已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名利而已，不过浮云。这是代表至高荣誉的国信无双勋章。小顾，爸，快带我去上医院！快，爸，先去说爸。天庭，跟随照顾，他们的身份千万不能暴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是。心脏骤停，准备变心，快，太快，来不及了！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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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顾教授，您三天两夜没合眼了，要不先休息一下吧。他不仅仅是我的岳父，他也是我的恩师啊，我必须守着。那您先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买些早餐。这不是办公女明星柳微微吗？她怎么在这儿？坚持住啊，微微，咱马上就到手术室了。微微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手被铁片划破了，必须马上打破伤风，立刻送上医院。微微受伤了还抬起，好敬业呀！大家都是姐姐的粉丝，绝对不能耽误姐姐治疗。坚持住，马上到手术室了啊！大哥，大哥，大哥，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们有病人禁止治疗，你们不能进去。孩子病人算个屁呀！啊？问题是柳微微，她的手被铁片划伤了，必须马上手术，耽误了治疗，你他妈十条命都不够赔了！你给我站住！你让开！齐凯，你让开！姐姐必须马上手术，不然手就会留疤的。冲进去！我说了，不准进去！我，齐凯，放开我！扎！冲！走！医生，先治我家姐姐，她病得很严重。爸爸啊！子然，你们几个子然，子然，子然还想救什么？耽误微微姐治疗。爸啊！爸，快！真晦气，遇到个死人，赶紧给我换进医院。是，走吧。魏总，必须给我岳父道歉。你说什么？你让我道歉？你疯了吧！薇薇姐受了那么重的伤，还受到你这个死人岳父的惊吓，
应该你给我们姐姐道歉才对。就是，老成那样，早就该死了呀！活着还占用我们家姐姐的医疗资源，该道歉的是你们吧？你还真欠人，说话竟然如此的蛮不讲理！要不要我报警来处理？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两个都有错，是我着急了急。不过他岳父都已经死了，也算他的报应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我们不要再怪他了。姐姐也太大度了，真不愧是我们的偶像呢。我们以后一定向姐姐好好学习。下头男真可怕！你不过是死了岳父，又不是死了金爹，我们薇薇可是受了重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赶紧走吧，别再找妈出事了。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不要太过分！住手！你们给我住手！够了！老先生还没死，马上转移到重症抢救室，还有机会。快快，让开让开！有光你看你看你干什么？变态！你很变态！你竟然威胁我！疯了吧！没话刚才来说姐姐，原来是个精神病！赶紧拍照，发视频，大家快来看看这个变态！不许拍！明明女生薇薇姐在医院看病，这个男的为了追星，居然在这里搞她。他衣服是科研所的衣服，这样的人也能进科研所，走后门的吧？难怪这么多年我们龙国被外国砍光，有这种恶心的人也能理解了。让他火，让大家看看科研院的人都是什么德行。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吴警察，你没事吧？我没事。傻孩子，哭什么呢？我的这个岁数了，也够了。杨明，以后的路就你一个人走了。记得我们的誓言，带着爸的那一份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坚持走下去。婉玉。要是回来了，带我给他道个歉。妈，对不起他，他受委屈了。爸，爸，这么大的人了，还哭哭啼啼，先你们给我住嘴！你凶什么凶呀？这人又不是我们害死的。再说了，猥亵我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有你这样的女婿啊，这个老头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死活该！你们谁要再敢侮辱我爸一句，信不信杀了你！快看快看，这个猥琐男是个凶手啊，还想杀人灭口啊！吴警长，不要把事带过大。算了，这些人都是神经病，不要跟他们计较了。免得被咬一口。薇薇也太好了，受了伤还为我们着想呢。世界已痛吻薇薇，薇薇却怀疑世界温柔。薇薇，你真是太伟大了！天哪，这样的爱豆谁不粉呀？我们走吧。顾教授，今天的事情是我的失职，我回去就上报彭秘书。给你一个交代，就是一个畜生，耽误薇薇治疗就算了，还敢猥亵我，还要人肉他。哎，我查到了，他叫顾养棉，还有个妹妹叫顾小青，是咱们薇薇粉丝后援团的群主。哎，我也查到了，顾养棉，种猪培养科研所初级研究员，32岁，还有个在国外的老婆。我自愿加入科研院，自愿为科研事业付出终生，隐姓埋名为国铸剑，不图荣华富贵万人敬仰，只求国家兴盛人民富强，只求国家兴盛人民富强。爸，你为龙国奉献一生，
到最后却要遭受这样不公的待遇。除了我和婉瑜，没人会记得您。这样的人生真的值得吗？喂，婉瑜，是我爸爸刚刚去世。哈哈哈！太好了，现在全微博都在网暴医院那个疯子，微微，你又火了呀！那些脑残粉还算有点用。微微，你说那个疯子不会承受不住舆论压力自杀吧？他自杀关我屁事，我才是受害者。哎，我去看你。微微，我想死你了。冯导，你都多久没来看过人家了？哎呀，先去洗澡，一身的汗。小俏皮。十年了，爸妈、小妹，你们还好吗？爸，爸妈，开门呐！是你？你是小青？小青，是不是那些粉丝又来闹事了？快报警！快报警呀！爸妈，儿子不孝，我回来了。傻儿子，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快站起来！傻贵人，这样的东西死在外面就好了。爸，陈老死了。我想请你们一起去参加陈老师的追悼。十年没有回来了，你回来了就让我们参加追悼会。哎呀，你真是孝子。儿子，你这些年都去哪里了？爸妈，对不起。我现在做的事情非常的严格和保密，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们。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干害人的事儿的。还敢说你没害人？你知道那天在医院，你把微微姐害得有多惨吗？你说那个女明星？那是我的偶像，是我的信仰。人家辛苦工作受了伤，你不帮忙，还耽误别人治疗，你还是人吗？看到姐姐受的伤，我真的好心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姐姐？什么？你说那个女人是你的偶像？我本来是姐姐粉丝后援会的群主，因为你，我现在已经被踢出后援会，没人接人了。顾小青，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有那些疯狂的粉丝，害死了陈老。你给我滚滚！我不想看到你。够了！让小青滚！你真是丢人现眼，到家了！我没有你这种儿子，你滚！你给我滚！儿子啊，快给你爸好好解释解释，你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到底去哪里了？顾小青，你给我滚出来！他们要来了，快快进来！快，妈，让他进来，我们就是包庇罪人。顾养民。你要是个男人，就自己去认错。我没错，错的是他们。是那个猥琐男，他回来了。好啊，等你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大家快抓住他，别再跑了，姐妹们，快抓住他！母亲，你干什么？放开我，我是你哥。别说了，没有这种猥琐男哥哥。
那少跟他废话，赶紧把他发到网上，让全世界都看看他猥琐脸面。对，姐妹们，快来看，我抓住这个欺负微微的下头男了，你们快来帮我呀！姐妹们，顾晓明是我哥没错，但他敢做出欺负微微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就不配当我哥。我顾晓清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小晴，你在胡说什么？他是你哥，你们放开我儿子！妈，放开我儿子！放开我！妈，都给我滚！妈，你干嘛？你也给我滚！爸，我叫你滚，你听不懂吗？微微，现在你这微博粉丝已经是全网第二了啊！看来我们这次网暴不要面，赚到了。那有什么？我还有更厉害。各位家人们，因为顾晓明的骚扰，我已经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一度想要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施暴者在施暴之后还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受害者想要一个道歉都不行。难道就因为我是女人吗？难道我们女人生来就应该被男人欺负吗？让顾晓明这个畜生给我滚出来！要是你有本事，别在这跟缩头乌龟啊！滚出来！给我滚出来！报告连将军，都找过了，没有找到顾教授，继续去找，另外通知治安处的人多派一些人过来。是。顾教授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交出顾晓明，还微微一个公道。就是，国家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败类才发展这么慢。我上次看微微演一个科学鉴定博士，好帅好丧。我建议啊，以后科研就应该让我们女生来做，你们这些败类只会误国。没错，这种下头男最恶心了，就没有了，滚出来！他们一直都缩头乌龟怎么办？走。小青，你加工十岁的机会到了，拿着。行。干嘛？当然是把这狗屁研究所给烧了呀！我就不信顾晓明他不回来。这个办法好，这是犯法的。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寡不责众啊？我们外面那么多人没看到吗？你烧不烧？不烧，你就别想加入粉丝后援会了。好，不烧。好了，粉丝帮我上了数据库，有关何局变的数据正在疯狂流失，必须马上启动数据导回系统，否则几十年的付出都会毁于一旦的。那快导回呀！这场机制只有陈老和顾教授会，我们顾教授，我接电话呀。喂，顾教授，您终于接电话了。怎么了？刘微微的粉丝团围住我们演员，一把火烧了数据库，核聚变的数据正在流失，必须马上动手。你在哪？我这就派人过来接你。我在西山街。你在哪等着？我马上派人过来。严惩顾晓明，还微微一个公道，把顾晓明交出来！交出来！给我交出来！顾晓明交出来！还微微交出来！把顾晓明给我交出来！有车来了，肯定是和顾晓明一伙的，拦住他们！停车！停车！不然你们谁都不要进去！都给我让开！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让，有本事你撞死我呀！今天我们就是死，也要给薇薇姐讨个公道！就是，我们就是要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薇薇姐全身骨和金发的！严惩顾晓明，给薇薇一个公道！严惩顾晓明！给我住手！你
你们包庇一个罪犯，朝善良无辜的群众开枪，你还是人吗？就是，我们只是想替薇薇姐讨回一个公道，我没有什么错，反而是你们这群人渣包庇顾养民，难道我们薇薇姐这样善良的人就活该受欺负吗？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蠢货？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蠢货才没有未来。你凭什么骂人？你们守卫都这么没有素质吗？姐妹们别怕，不敢开枪的他要开呀，早开了。对，说得对，我们继续。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快对，手都给我住手。将军怎么办？联系出来请指挥权。是，我看见顾亚明了，他就在车上。姐妹们，这个王八蛋就在车上，快点把他给救下来，别让他跑了。我明白，明白。冲上车，姐妹们，抓住顾亚明，走。首长，不好了，一个叫柳微微的娱乐明星唆使粉丝围住了科研院，说是要郭教授出来给他下跪道歉，否则就放火烧了科研院。什么？一个戏子也敢让我们的无双博士跪下道歉？年轻人呢？放开他！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小心我告你非礼。跪过来，赶紧跪下给微微道歉。来来跪呀、啊！顾小姐，你干什么？别叫我名字，你不配，我嫌丢人。我是要你们放开他。喂，严青，干什么吃的？我已召集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赶赴科研所，你的任务就是保护顾教授，谁敢动他一根头发就地格杀。是，姐妹们扒了他的皮。顾小乔，我可是你哥呀、啊！你要是真拿我当你妹妹，你就给我跪下，给微微道歉。放开他！再敢动他，就地逮捕！来啊，谁怕谁啊！我就不走，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对呀、啊，我们就不走，除非顾养明跪下，否则他今天别想走。开枪啊！有本事打死我呀、啊！你敢吗？我他妈就开枪！顾小青，我赶紧走，他们真的会开枪的。还吓我呢，我都忍不住抽你了。无我无双国士者，杀！杀！啊！是啊，你竟然真的敢开枪打我！这是最后的警告。忘了顾教授，顾养民。有人居然敢打我，我可是你亲妹妹啊。我刚才就警告过你，怕你不听，自作自受。你招惹薇薇姐，让我被踢出后援会，还说我自作自受，你还是人吗？冥顽不灵。顾教授，你没事吧？人不是人的，自己亲妹妹的伤害，真是披着人皮的禽兽，猪狗不如。枪是我开的，与顾教授无关，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咎由自取的是他，要不是他先欺负薇薇，我们会打他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不就扇了他几巴掌吗？你凭什么开枪？可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顾养民，你以为你们有枪我们就怕了吗？哼、哦，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也要让你跪下。给薇薇姐道歉，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你还能动他死不成。就是，我们不能屈服，我们要是屈服了就没人给薇薇讨公道了。顾亚明，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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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往前走了。跪下跪下，再往前走了。你好，强不强？对不起，严峻，我们来晚了。没时间了，我先送顾教授上去，这里就交给你了。是。顾亚明，不许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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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还是孩子，
注意手段，不要过激。顾教授，请放心，我们有分寸。微微，现在全网都在看抓捕顾阳明的直播，你的热度已经涨到了全网第一啊！这些脑残粉们实在太给力了，竟然真的去围攻科研院。有这样的粉丝，以后谁敢惹？怎么回事？我的账号被封了。什么？谁敢封你账号？难道是科研院的事儿闹得太大了？这群猪啊！家人们，我的微博账号被封了，你们马上离开科研院。快看手机，微微说他账号被封了，让我们赶紧离开科研院啊！什么？现在就封？那岂不是便宜了那个狗杂种？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躲在这儿。我们去他家。对，我们可以去找他的家人，他知道了之后肯定会回去，到时候我们就能抓住他，让他当微微的面道歉。去他家。太好了，顾小青，你还想不想当粉丝后援会的群主了？我当然想了。那就老实点，我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懂没？亲们，姐妹们，我们走。走。全都完了，微微，所有平台的账号全部被封了，电话都爆了，所有平台方都闹着解约呢，这下怎么？慌什么？我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是白给那些人睡的吗？一个种族的科研院就想栽赃，小子，看我动用关系。好了，数据已经全部导回来了，辛苦了顾教授，忙了一晚。休息一下吧。三天后就是我岳父的追悼会，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回去处理。陈老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是我们所有人的恩师。陈老的追悼会我们必须都去。对，都去。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不用，粉丝已经全部走了，我自己回去就行。孙子，不要，不要啊！你们住手！啊！孩子们，快住手啊！闭嘴，你个老东西！再狗叫一句，我打死你！顾养民人呢？让你们叫他回来，你们叫了没？我们哪里得罪你们了？我向他替你们道歉，好不好？快走！啊，不好。顾养民这个畜生犯的罪你们谁也弥补不了。老婆你起来啊。哎，爸你先醒着，妈我扶你起来。哎呀，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妈，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就是顾养民的老婆，顾养民犯了这么多猪狗不如的事儿，你还不跟他离婚呢？你是不是贱呢？哎，我看他不止贱，而且瞎呀！那顾养民这样的猥琐男他都嫁，真是丢我们女人的脸。一群白痴！你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整个国家意义是什么。别说龙国，就算放眼全世界，他也是顶天立地、当之无愧的大人。你们怎么会这么羞辱他？你们听到没有？他说顾养民这个猥琐男是大英雄。同意，怎么生了这么样一个孽障？婉瑜，我们顾家对不起你啊。爸，不是这样的。小青，你干什么？怎么，你还想还手啊？看来你和顾养民一样，都是庆宗的贱人。都快住手！婉瑜，没事吧？没事。你还有脸回来？我问你，小青脸上疤是不是你让人开枪打的？不是吧？就是你，爸妈，你们要给我做主啊！要是开枪的人再打偏一点，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养妹，小青她是你的亲妹妹，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她？爸，
这肯定是个误会。养民他不是这种人。婉瑜，你是个好孩子，顾养民他配不上你。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就让人打自己的亲妹妹，也有可能他为了一点小事打你。妈，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吗？连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好，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保护他，你怎么不问他都做了什么？行了，你就别说了，赶紧走吧，走呀！我让他走了吗？顾阳明，事儿还没完呢，你今天走不了了。你要有什么事冲我来，不要伤害我的家人。那你就老实点，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薇薇姐的账号被封了？我不认识什么薇薇，我也不想认识，而且她的事跟我无关。要不是因为你在医院对薇薇姐犯贱，我们会网暴你吗？会去科研所闹事儿吗？因为你，薇薇姐账号都被封了，她有什么错啊？恶果都是你犯的，那罪让她来承担，凭什么？对啊，凭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你让科研所的负责人在网上发声明，说这件事情和薇薇姐没有关系，都是因为你猥亵她，对不起她，才让我们去对她讨回公道。都是你一个人的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要你让科研所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就停止网暴，放过你和你的家人。对，看破了，我们也陪着你啊。顾亚民，你赶紧听他们的。自从你干了那些恶心事被人网暴后，家里就没安宁，妈都快被折磨得精神崩溃了。妈，对不起。没想到还是个孝子啊！你要是真孝顺的话，那就老实听话，免得你家人受到牵连。没错，就是你们让我家人无辜受到牵连，所以我要你们现在马上给我妈妈道歉。我给你妈道歉？你没开玩笑吧？我凭什么道歉啊？你们都把我妈伤害成这样了，还没错吗？是这个老东西自己不争气，关我们什么事啊？要怪啊，就怪这个老东西生了你这个废物，他才遭那么多罪。你放屁！你打我！再不好好说人话，我就不止打你这么简单。你好啊，你敢威胁我？你不就是研究种猪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们，薇薇姐是不会放过你的。还让我们给你妈道歉，现在应该是你道歉，代表你们科研院公开发表声明，给薇薇姐道歉。你们放屁！科研院是国家的最高圣地，多少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才能默默地付出一生。可谓英雄皇威之所，岂能容得你们亵渎？让英雄皇威之所跟一个戏子道歉，休想！你居然敢说薇薇是戏子？她不是戏子，还是什么？薇薇是我的偶像，是上天的恩赐。她是我们的精神所托，不需要你们。肮脏丑陋令人恶心，还英雄所归之所，我呸！我见过薇薇姐演的科研人员，那种又飒又酷的大女主才是国家的希望，而像你这种下头男只配躲在下水道里当蛆。顾亚民，你凭什么说薇薇是戏子？赶紧道歉。小青，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我们俩断绝兄妹关系。好，好，好，顾亚民，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句话你早就想说了吧？十年，你十年不回家，你可曾想过你还有父母，还有妹妹？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今日起，我顾小青与你顾亚民断绝兄妹关系。小青，你为了追星，你将民族大义和亲情置于不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走错路了。若你现在挽回，为时不晚。够了，小青，你还想打我是吧？来啊，打我，打死我！反正你早就这么想了。小青，你哥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不容易，你就别说了好不好？说的没错，
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你哪怕做的再不对，也轮不到他说。花了那么多钱供他读书，他倒好，上了大学，音信全无，我养他有什么用？小明，要不还是和爸妈说实话吧。苟利国家生死也，岂因祸福必趋之？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自从我决定投身科研的那一刻，我早就做好了承受这一切的准备。这是我该承受的，也是我的荣耀。顾小晴，你不是想当回粉丝后援群的群主吗？现在机会来了，你只要让他答应我们的要求，那我就让你当群主。真的？废话，红姐还能骗你吗？顾亚明，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马上。儿子，你是哥哥，就让让妹妹吧。这是我的底线，我是不会让步的。给朱研究配种的地不就是猪圈，有什么底线？科研人员绝对不会像一个戏子妥协。你不许再说薇薇姐是戏子了。薇薇姐是优质偶像，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希望。就是，闭上你的狗嘴巴。不倒是吧？可以啊，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们一个一个的道歉。解完了，给我砸！爸，顾亚明就是故意的。明明这么简单的事儿，他就是不愿意做，他就是想毁了我们这个家。顾亚明，在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爸，这关乎着整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尊严。我也不可能妥协的。你一个养猪的有什么尊严？尊严是不是？顾亚明，现在赶快滚出我家，我倒要看看一个上家之犬到底有没有尊严。爸，闭嘴！不是要和小青断绝关系吗？那干脆和我们也断绝关系算了。从今天起，我和你彻底断绝父子关系，不再是顾家人了。爸，爹，爹呀，都别说了，谁再帮他说就一起滚。好东西，算你识相。姐妹们，给我抓住顾亚明，把他给我打到跪地求饶，给薇薇姐道歉为止。我开始感动了。走，嫂子，你想干什么？有话我们好好说啊。全部退好，我告诉你们，我的想法可不准，打到谁就是死。婉云，枪哪来的？别管了，现在这个家已经容不下你了。别忘了，你还是我们小家的一家之主。走。朱阿姨，走。站住！站住！站住！哎，你假的，居然是假枪！陈老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临了竟然死在戏子手上。马上去把那个叫柳微微的给我抓住，别让他跑了。是，博士生死无人问，戏子破皮天下知。这样的歪风邪气再吹下去，国将不保。我记得现在文娱署的署长是叫张文明。没错。张文明。你的意思是你是被冤枉，那个叫顾养民的才是主犯。那个顾养民他暗恋我，为了接近我，他岳父死在医院里面的旅馆，还差点把我拉去酒店里面强奸了。那粉丝去围攻科研院，也是被他挑机的，我才是受害者。谁对谁错，等稽查司的调查清楚再说。国家是不会冤枉一个，在这之前，我们就老实待着。张组长。我就真弄死我吧！啊，你现在咱薇薇再怎么说，你也是娱乐圈最火的明星啊，而且还带动了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您说就这么把他封了，是不是不太合适的？祸乱国家，多少君子也难逃一死。张文明，三天之后宝山殡仪馆开始追悼会，你给我去那儿等着。追悼会？好，是
首长放心，我一定办好。这怎么了？这姓张的竟然不相信我。难办了，这次封号的命令是文玉署张署长下的，他不撤命令，我们有没有办法？都怪顾养民这个畜生，要不是因为他，老娘怎么会这么惨？哎，他不是前两天死了个岳父吗？算日子的话，也该办追悼会了。怎么，你还想让粉丝去搞事儿？不把这水搅浑了，我怎么翻身？家人们，家人们出事了，出大事了！婉瑜，养民，节哀。谢谢院长。我和陈老是同门师兄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人海相望，为了这个共同的梦努力。没想到啊，他竟然先我一步走了。阿哲也是有后了，有了你这个好徒弟、好女婿，他也能含笑九泉了。养民。你很好啊，这次研发的可控核聚变不知道还能造多少人，了不起。是他老人家教的好。核聚变这种名垂青史的功能竟然落在他身上，要是给我该多好。感谢各位同仁来参加我岳父的追悼会。我岳父程怀瑾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老人家走过的人生路亦是国家崛起之路，我是他的女婿，更是他的传承者，在他的弥留之际，我郑重答应带着他一份初心走下去，让国家更加富强，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富强，更加繁荣昌盛。爸，养民，时间差不多了。孝子何光？爸，慢着，这不是那天晚上那群人吗？他们来干什么？难道这是来找顾教授麻烦的？顾养民，你可真是让我们好找的。上次让你跑得了两次，这次看你还往哪跑？今天是我岳父的追悼会，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请你们出去。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找到这个地方，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了。别和他们，先让他们长长记性。姐妹们，上！上！你们要干什么？住手！住手！住手！你骗我！住手啊！你们别这样！是他，把他关在东区了！你干什么？都滚一边去！你住手啊！你们别这样！别吵死了！你闭嘴！别，爸爸照片放下！这老鬼找了傅养民这个畜生当女婿。活该他死也不愿意。不要，婉瑜，你不要，把我背着鞭火给我。小药啊，快来拿呀！你们还打人是吧？打死他！别打了！你枪呢？把你枪拿出来，打死我呀！谁？这不是你回来了吗？还敢拿把假枪吓唬我？住手！放手！快住手！娘，顾养民，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现在啊，我不要你道歉了，我要你以死给微微赔罪。
住口！你们为非作歹，想过要承担后果吗？承担后果？我看承担后果的是你吧。孩子啊，听话，先把你药还给我吧。那就先让他跪下，然后再把自己的腿打断，再磕头给微微道歉，说不定我心情一好，就还给你。哎，红姐，这主意不错哈，把这畜生腿打断吧，看怎么跑。今天是我岳父的追悼会，不想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你们赶紧给我离开，不要打扰我岳父的英灵，否则你们承担不了什么后果。你们还年轻，我不想你们的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你吓唬谁呢？你以为我们是吓大的吗？好啊，你不认错是吧？住手！对不起，云儿不孝，保护不了你。婉玉，都是我的错。红姐，你没事吧？都滚开！你们顾家都是垃圾。小姑娘，说话客气点。红姐说的没错，你们顾家没一个好东西，都是垃圾。你，爸妈，你们来了。怎么说？婉玉，我们都是一家子人，这亲家公走了，我们怎能不来呢？谢谢呢，我们都是一家人，还说什么谢，委屈你了。顾小青，我就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你这个叛徒！去你妈的顾小青！以后你别想加我们后卫团了。我和他真不是一伙的，今天我过来就是为了和他划清界限的。鬼才信你这个姓顾！顾亚明，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向科研院的人道歉，消除对微微所有负面影响，不然我让你后悔一辈子。小青，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妈，家里出了这种败类，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顾养民，我问你，道不道歉？小青，今天是我岳父的追悼会，你赶紧先带他们离开。等追悼会结束了，我慢慢的跟你说。好，好，结束是吧？那我现在就让他结束。小青，小青。快下来！小青，快下来！顾亚民，道不道歉？道不道歉？认得漂亮，小青，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小青好样的！哎，丫头还当你斗群主？上来！都别过来！你只要过来，我要她好看。顾小青，马上给我下来！小青，你疯了！下来！孩子，你千万不要冲动！快下来！都别过来！再过来，爸爸！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我就问你一句话，道不道歉？大家快来看呀，我们找到顾养民了，他就在宝山殡仪馆。家人们，快来呀！一会儿呀，还在灵堂蹦迪呢。哎，小青，哎，看这儿，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嗨，小青。嫂子求你了，光之伟大，你不能这样呀！你快下来吧。嫂子，你别求我，要怪就怪他。来呀，顾亚民，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呀！你现在可是网红了呢。别和他废话了，顾亚民，你到底答不答应我们？别拍！不答应自废双腿的话，我们就把你的岳父啊烧成灰，就是鱼塘养鱼。你敢？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我是科研院院长云威，你说我有没有资格？院长？顾养民为了追星，害得我们微微伤口恶化，微博账号还被封，你说他该不该道歉？可能，你往年不可能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那天在医院，明明是你们抢手术室。我不，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先欺负薇薇，我们根本没理啊！没错，你还猥亵我，还动手打人！哎，看到没？这科研院呢，都是一群敢做不敢当的懦夫。岂有此理！科研院辉煌千载，举国同力，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是才智冠世的人中龙凤，就是当今首长见了他们，也是以礼相待，打仗。
科研院向一个戏子道歉，你觉得可笑吗？不就是喂猪的吗？你吓唬谁呢？你说谁是戏子呢？这个老不死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薇薇一天到晚给国家交多少税，带动多少 GDP 吗？他一天的工资啊，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一辈子都赚不回来的。就是，说不定你们赚的钱呀，全是咱们家薇薇交的税呢。给我下来！给我！啊，顾亚民，长畜生！你打我！你竟然打我！够了！你盲目从头，颠倒黑白，我打的就是你！要怪就怪我这个哥哥，没尽到教育你的责任。姐妹们，别再听这些恶臭男废话了，咱们打得他服！打！别打！别打！别打！住手！他是龙国文艺署的署长张文炳，我在电视上见过他。什么？这种大人物怎么会来这种地方？难道是来替我讨回公道的？啊，我们薇薇可是文艺署的大红人啊！首长只叫我来参加追悼会，没说让我来干什么。你们谁是这儿的主持人啊？我是，请问您是我岳父的朋友？你岳父？对。我叫顾亚明，今天是我岳父程怀瑾先生的追悼会。你就是顾亚明？张署长，就是他欺负薇薇，为了追星把他爸都害死了。亏他还是科研院的，这种禽兽就该把他抓起来，拿出枪毙。哦，对对，他威胁我，我这有证据，我这有证据，大家看，大家看，我这有证据，来，你们看，他顾亚明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儿子，这是真的。妈，你连我都不信。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怎么相信你？亚明，你跟我说实话，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婉瑜，你听我说。首长对科研院向来极为看重，没想到竟然出了顾养民这种追星害死自己岳父的败笔。既然这件事牵扯到李薇薇，那想必首长就是让我来处理此。顾养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您不是过来吊唁我岳父的吗？什么你的狗屁岳父，我不认识。我是奉我们首长之命把你问罪的。首长？张署长，你是不是搞错人了？首长不可能。科研院是我们首长最为看重的，没想到这里却出了你这么一个害群之马，为了追星居然害死自己的岳父。你说谁是害群之马？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这件事啊，传到我们首长耳朵里的，你罪不可赦。首长亲自下令派张署长来抓人，难道那些粉丝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人家张文炳署长啊都来站台了，他可是主管文娱署的大人物，这还能有假？啊，顾教授，太不是人了吧！能为了追星把陈老的命都给追掉了呢？别叫顾教授，这种人就是禽兽，待在科研院是我们所有人的侮辱。王明，你太让我失望，陈老四鸟一出，你竟然为了美色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看错你了。林院长，这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闭嘴吧你！顾亚明，我原本还很敬佩你，现在看来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科研人员。科研院的大火居然是因为你！林院长，顾亚明赶出科研院吧！害权益的依法处理，判他死刑。看到了吧，顾亚明，真相都大白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以为我们这是疯子，是施暴者吗？要不是被你逼的，我们能做出这种事情吗？我们才是受害者，好，我们就是想替薇薇出口气，为我们自己讨个公道。我们有错吗？没错，错的都是他顾阳明，他猥亵我们，还污蔑我们，薇薇还因此产生了重度抑郁。我们做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他们确实没什么错，追星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啊，这就更显得他们有情有义呀、啊。年轻人就该天不怕地不怕，
再看某人，同样是追星，自己岳父快要死了都不管，还好意思站在这里。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你还敢狡辩？张署长的面前你还敢撒谎骗人？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敢不敢当着你死去的岳父说出真相？就是你害死他，你办这个追悼会就是因为你心里有愧。对啊，顾养民，如果你不是心里有愧的话，为什么要办追悼会？我呢，虽然不认识这位陈老先生，但我为他有你这样的女婿而感到深深的悲哀。张署长，快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他还摸我们呢。是，要不是当时人多，我说不定就被他淹了。养民，他们可都还是些孩子，你怎么下得去手？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想说，如果不是我，国家科技倒退20年，你信吗？信你什么？信你是核聚变工程的大功臣吗？信你解决了困扰人类数百年、全球精英都无法解决的难题？核聚变，我想起来了，之前微微演过一个天才美女科学家在都市的电视剧，那里边讲的就是一个核聚变的事情。据说呀，这个核聚变研究成功之后，世界上就再也不会缺少能源，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微微真是太棒了，居然有如此伟大的理想，不愧是我们的偶像。至于他，一定是看了微微演的电视剧才在这里乱说的。没错，核聚变实验的最大的功臣就是林院长，这可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绝密，不能说。我不说，难道你叫陈老说吗？他已经死了。是，核聚变实验是我们龙国最高的机密，是不应该在这里提起。但我是个有良知的、有心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我和陈老一辈子的心血被你这禽兽窃取。林院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不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非让我把你所有的虚伪的面具撕下来，你才能在岳父的遗体前说出真相？你还要骗我们到什么时候？我问你，核聚变实验到底是谁做的？核聚变实验是我和我的岳父无心研究了20几年的劳动成果，大家都是知道的。放心，顾养民，核聚变实验你根本就没参与，全是我和陈老一起做的。林院长，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里面另有隐情？不应该啊，顾养民这些年一直在和我们一起做试验，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呀。林院长，你为什么说顾养民没有参与核聚变试验呢？因为核聚变试验是我和陈老一起研究出来的，顾养民根本就没有参与。只是我不在乎那些名利，把功劳全都让给陈老了而已。林院长，你都是70老80的人了，有必要在灵堂前撒谎吗？我撒谎？顾阳明，他们说你是禽兽，现在看来你连禽兽都不如，你因为虚荣害死了陈老，还连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科研成果全部夺走，怎么现在一点愧疚都没有了是吗？我问大家，陈老是什么时候死的？好像是核聚变试验成功当天。对，就是当天。那天首长也来了。那就没错了，陈老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在核聚变成功的当天暴毙？说的对啊，那可是陈老追求了一辈子的东西啊。我还听说陈老昏倒后，顾养民立刻把他抱进了医院，紧接着陈老死在医院。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陈老不是病死的，而是他杀。杀人凶手就是他，顾养民。顾养民，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呀。原来如此，那我猜的肯定没错了，首长就是让我来抓顾养民准备去受审的。林老先生，您接着说。顾养民，我看在婉瑜的面子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在我揭露你的真相之前，你还是自己把真相说出来。
这还算是你自首？儿子，你真的是杀人犯吗？妈，他是婉瑜的父亲，是我的岳父，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他？怎么不可能？我还是你亲妹妹，你不照样想开枪打死我？像你这种禽兽，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吴小晴，你胡说些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哪想打你？住嘴！老先生，我是他的父亲，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虚荣自私，冷血无情，给他再多的机会他都不会珍惜。你还是把真情快告诉我们吧，如果他真是犯了杀人大罪，我要国家出面今天亲自宰了他。我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能理解顾先生此刻的心情。顾家出现顾养民这个逆子，完全是家门不幸和我们做父亲的我。够了，林院长，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顾养民敢做敢当，如果真的是我做的，我一定会承认不是我做的，谁也别想污蔑我。畜生，你怎么和长辈说话呢？顾老弟，没事，他不过是狗急跳墙而已。顾养民，我给过你机会，但是你不知道珍惜，现在我就要世人知道你肮脏丑恶的嘴脸。我和陈老共同研究核聚变已经60年了，但顾养民呢，他今年才多少岁？32岁。他说他是核聚变实验的主导者，可能吗？难道他顾养民是什么稀世天才，仅用10年就超过了我和陈老60年的苦研？林老说的有道理，顾养民刚加入科研院的时候才刚大学毕业，距离现在也才过去10年。就算是顾养民才智超群，但陈老也不是等闲之辈，凭什么10年的科研就比得上陈老60年的研究？不对，有蹊跷，绝对有蹊跷。林院长，您继续说。陈老晕倒后，顾养民立马把他带离现场，紧接着就是陈老在医院去世的消息。从陈老晕倒到死亡，有谁接住过他？又是什么病在短短半天置人于死地？顾养民，你回答我，你不是很能说吗？说呀，你怎么不说了？诬陷，赤裸裸的诬陷。林院长，你我之间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诬陷我，置于我死地？我当时还在纳闷，陈老吐血晕倒后，顾养民为什么不先检查病因，而是将陈老抱了出去？现在看来，他就是想隐藏什么关键的信息。说的没错，他就是想隐藏陈老死亡的关键信息。之所以急不可耐地把陈老带离现场，就是怕别人发现端倪识破他的毒计。众所周知，柳微微是国际巨星，要得到他的行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推断顾养民是故意把陈老往柳微微所在的医院带。他是想祸水东引，把这个老头的死嫁祸到全民女神微微姐的头上。不错，顾养民，我本来以为啊，你只是猥琐好色，没想到啊，你居然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恶魔。是啊，我们都被他给骗了。顾养民大闹医院，干扰柳微微治病，甚至对你们实施猥亵，为的就是把水搅浑，让所有人把视线转移到柳微微身上。因为柳微微自带流量，一举一动都能牵动所有人的目光，有他在就不会有人注意陈老的真正死因。顾养民，你还真是阴险啊。但顾养民别忘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瞒过了世人，瞒不了我。林卫，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我血口喷人，那你能拿出证据来告诉大家陈老不是你杀的？否则我今天一定要为龙国铲除你这个祸害。这是实验成功的时候，首长亲自授予我国士无双的勋章，这就是证据。就是这位勋章独一无二，国士无双，从今以后他就是我的了。这枚勋章怎么在你手里？是首长亲自授予他的。他现在拿出这枚勋章是什么意思啊？岳父他毕生追求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核聚变成功，
第二个就是这枚勋章，前者是龙国富强的美好愿望，后者则是他唯一的私心。你的意思是陈老太激动，受到了刺激，引发了恶疾？啊，医院的事呢？在医院，也是这帮脑残粉冲进了手术室，把我的岳父从病床上扔下来，紧急抢救的时候，也是他们拦在了路上，错过了最后的抢救时机，所以害死我岳父的，就是这帮人。顾阳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谁把那个死老头扔到地上了？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那老头就是你弄死的，你别在这血口喷人。我们有良心，才不会干出那种杀害自己亲人的事儿。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别忘了，他还开枪打过顾小青呢。婉瑜，你怎么样？婉瑜，你怎么了？从我记事起，我爸他就一直念叨着这枚勋章，这是他毕生的心愿，为什么会在你那儿？婉瑜，其实这枚勋章是我的。你的？我知道了，这勋章就不是他的。老先生，你说这枚勋章不是他的？这是我和陈老的勋章。刚刚我还没明白顾养民的杀人动机在哪里，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杀人动机就是这枚勋章。顾养民，我说的对吗？这枚勋章是首长妻子授予我的，你们都看见的。首长那天可没说这枚勋章属于谁，是你手太快接了过去，陈老想拿都没拿到。对对对，我也想起来了，首长一拿出这枚勋章，顾养民就急不可耐地凑了上去。这枚勋章就是他的杀人动机，他知道有陈老在，这一辈子都没资格染指这枚勋章，所以才预谋了这场谋杀，试图瞒天过海。你真是个畜生，为了一枚破勋章还把你老丈人害死，还把这脏水泼到我们头上，这可是杀人罪呀，你是怎么搞的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个人简直就是禽兽。姐妹们，我们快过去，小心的狗急跳墙杀了我们。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婉瑜，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相信？你要我怎么相信？死的人是我爸。我今天都是我爸。爸，抓好儿子。妈，小心！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儿子，他们骂你、污蔑你，妈相信那都是假。可是妈没本事，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不起，妈，是我对不起你。婉瑜，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傻孩子，妈没事，妈不怪你，妈理解你的心情，妈知道这些年你确实受了很多的委屈，不仅仅是养你，我们整个顾家都欠你的，妈。不是这样的，好孩子，听妈讲，永明他是个好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妈知道你们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千万不要因为那些误会产生了隔阂，好吗？妈，我知道了，对不起，是我太冲动。天龙，养你的必定是你的亲生骨肉，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啊，我们的孩子是个好孩子。都这样了，你还相信他？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看，你流了好多血。
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相信他，谁还能相信他呀？妈，我带你上医院。走。顾亚民，让他们送你妈去医院就行了，你必须留下来跟我接受调查。你犯的可是杀人重罪，哪有这么容易就想走？我得先带我妈上医院，回头我自己去沾手，我不会跑的。我凭什么相信你这种人？带走！住手！米国最高级别护照，你怎么会有这东西？我是米国驻龙国的现任外交大使，拥有最高级别护照有什么奇怪？这么说来，你已经加入米国国籍了。根据龙国和米国签订的条约，持有最高护照者本人及其家属不受对方法律管辖。顾养明是我丈夫，你们无权找。婉玉，谁让你加入米国的？不加入米国，难道像你和我爸一样，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到死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地位还不如一个戏子？臭女人，你说谁是戏子呢？找抽是不是？核聚变成功的消息现在已经传到了米国高层，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带你和我爸走。现在我爸走，你必须跟我走，不然他们不会放过你。核聚变成功，这可是国家的最高绝密，他们怎么会知道？龙国最不缺的就是卖国贼，你誓死守护的秘密情报早在第二天就已经出现在米国高层的办公桌上。顾养民犯下的可是杀人重罪，他必须接受我龙国的审判。想要动他就是要引起两国大战，想知道后果走，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此事牵扯到米国高层，已经不是你我能处理的。走，回去请示首长。哎，大家快看手机！龙国将在三日后召开授勋大典，最高首长将亲自对核聚变计划的功臣进行授勋嘉奖。这次大典还邀请了全球知名科学家。院长，是真的，龙国官网出通知了，咱们科研院有三个名额。让我看看。哎呦，百年一次的授勋大典竟然启动了。核聚变不就是院长您研发的吗？那这次大典不就是专门为您举办的？恭喜院长，最高首长亲自授衔，那可是光宗耀祖的无上荣耀啊！我为龙国贡献了这么多，授勋大典是应该的呀！恭喜院长，恭喜院长，恭喜啊，恭喜啊！切，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去，你们快看，这次的授勋大典的主持人竟然是薇薇！真的，薇薇解封了！首长，此次的授勋大典是为刘教授证明吗？这次陈老的追悼会，我让张文炳去给他赎罪，想必穆教授的气也消了，但这还远远没有到。核聚变技术已经趋于成熟，龙国再不惧任何国家的威胁，穆教授这种为国助卷功勋之臣不必再隐藏。我要在这次授勋大典上向全世界公开穆教授龙国无双国士的真实身份，给他最高的荣誉和褒奖，让他光明正大站在万人之上。所长，属下还是不明白，此次授勋大典的主持人为什么要选择刘明威？哎，陈老的死亡，顾教授被网暴，他是罪魁祸首。我要在授勋大典上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好好的整治整治龙国的歪风邪气。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薇薇不仅洗刷了冤屈，还站上了更高的舞台呢。这一次的授勋大典绝对能让薇薇更上一层楼。太好了！姐妹们，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帮薇薇准备大典需要的应援物，让全世界都看看薇薇粉丝的实力。姐妹们，姐妹们，动手！院长，上面给科研院了三个名额，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凭什么？凡是在这次授勋大典上受到表彰的人都能够名存青史。这枚勋章毕竟是顾养民，我没有不弄死他，万一在授勋大
那不是身败名裂，就说我，我是点火项目组的负责人，凭什么不能有一个名？够了！身为科研人员，为了虚名，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名额回去讨论确定，当务之急是解决顾养民的事儿。顾养民，顾养民这个灭绝人性的畜生，还挂在我们科研院的名下，这要是让人知道了。我们的脸忘了吗？还怎么去参加授勋大典？那院长您是想以龙国科研院的名义发布公告，顾养民因欺师灭祖、猥亵妇女、叛国通敌，被龙国科研院开除，且永生不得予以录用。护士，我妈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好，谢谢。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顾天龙没有你这种杀人犯的儿子。人真的不是我杀的，那是柳薇薇和他的本子导致陈老死亡的。住嘴！还敢污蔑薇薇？你看看这是什么？你说微微害死你岳父，可他现在可是授勋大典的主持人，这可是龙国最大的盛事。你说官方会用一个劣迹艺人去这种地方当主持人吗？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说人家是艺人，可是人家能参加授勋大典，你一个科研人员反而倒像过街老鼠。人和人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你赶快给我滚，别在这耽误时间了。杨民，走吧，我有话要跟你说。爸，我一定会像你这么对自己的。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米国的？去米国的第二年。杨林，你和我一起走吧。现在的龙国已经不适合你再待下去了。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得到什么了？米国高层已经答应我，只要你肯跟我离开，什么条件任你开。你觉得我是在乎那些物质的人吗？你想要名利没问题啊，凭你的才华，只要你去米国研究院，你就一定是院长，你想做任何实验他们都会鼎力支持。你还是不懂我想要什么。我懂，我就是太懂了。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要什么。你要龙国富强，可现在龙国已经有了你研发的核聚变技术，你已经领先世界了呀。你总该为自己着想，难道你想和我爸一样孤零零的死在医院里吗？我从来都不在乎什么金钱和名利，我深爱这片土地，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你爱我吗？当然爱你。那你就和我走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拒绝我，米国高层不会放过你的。我死都要死在你了，怎么会走呢？如果你不走，我们就离婚。这是我们结婚这么久以来你唯一送过我的礼物，我还给你。从此后我们夫妻情分一刀两断，我再也不会管你的死活。顾亚民，你混蛋！你们怎么来了？李思倩，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让顾亚民和我回去。不用了。对顾亚明，我有更好的办法。什么办法？三天之后，首先大姐，我亲自去入他，只要把他逼到绝路，他绝对会加入米国。这个办法对他没用。没用？没用那就杀了他。米国得不到的人，龙国也别想得到的。不行，你不能杀他。你干什么？你是顾亚明的妻子，有你的生命危险。
我还不相信他不会给陈老灭口。曼玉，曼玉，曼玉，你在哪儿？喂，龙城科研院。龙国禁卫军拜见无双博士。龙国禁卫军拜见无双博士。你们这是干嘛？快起来！顾教授，首长让我把这个给你。授勋大典邀请函。首长特意为了您召开的这授勋大典，为的就是给您证明喜上愿去。你跟首长说，没必要，我不会去的。顾教授，这授勋大典的邀请函，多少人挤破脑袋都弄不到。再说了，这次的授勋大典。您才是主角呀，怎么能不去呢？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明白了很多，不仅是陈老的死，还是家人对我的仇视，这一切都怪不了别人，我都不在乎他们，他们怎么会在乎我呢？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弥补对他们的亏欠。名誉对于我来说，没那么重要。顾教授，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辞职离开帝京，把婉瑜接回去，和家人一块好好的生活。龙城在我的帮助下已经彻底崛起，现在我的家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能再那么自私了，我得为他们着想。可是放心，我再怎么样都不会和别的国家合作，我只是累了，想好好的休息。顾教授，您再考虑一下。将军，接下来怎么办？回去先把这件事告诉首长。艾先生，您让我污蔑顾养民的事儿想得都做，不仅如此，我还把他逐出了龙国科研院。做得不错，但这还不够。还不够啊？你是想？我的目标是让他对龙国彻底失望，从而拖入灭国的捆绑。啊，原来如此啊。院长，不好了。慌什么慌？没看到我和国外的学者在开会吗？什么事儿？顾教授啊，不，顾养民来了，一直闹着要找他老婆。顾养民找他老婆到科研院干什么？赶出去！我让他进来的。让他进来。没听见艾先生说吗？让他进来。是。你干什么？放开我！你不能进去。院长说了。你这被逐出科研院，没资格进去！放开我！放开他！院长说了，进去。顾教授，有恙。你是谁？这位是米国科技部总长艾弗森先生，顾养民。你不放尊重点儿？米国科技部总长怎么会在这儿？这是你一个被逐出科研院的人该过问的吗？顾教授，你是来找现在的人？婉瑜是你抓的？江艳丽小姐本来就是我们科学的一部分，这次让她回国，出了几点子气，也是。玄水，你让你进入密国，可惜你拒绝了。林宝宝，你怎么了？放心，
虽然我们没有彻底放弃你之前，咱还是安全的。古教授，你别生气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戴安娜，是你国 CII 高级特工古教授。你比网上要看起来帅多了呀！别碰我，把望远镜还给我。只要你愿意去美国，陈小姐，我们马上还给你，而且还会给你每年100亿美金的年薪。别跟我废话，想让我做叛国贼，不可能。吴教授，别那么着急进去，你看看他。自从脱库尔米过后，他现在成为了龙国的科研院长，而你这样的天才，却只能被他开除。核聚变的情报都是你透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米国能给你的要比龙国给你的多10倍，你说你还图什么？图什么？因为我是龙国的人，就不可能弯下这个腰卖国贼。你快把婉云还给我。吴教授，我们大不渡吧，你赢了我还给你陈小姐，而且我不叫你妈啊。什么赌啊？3天之后，龙国的首长报信，给你举办的首选大典上，你将被开除了龙国的国籍，行吗？哼，想开除我龙国国籍，笑话。那么说你答应了？告诉首长，周兵大人正常举行。另外，再给我准备一套衣服，我要让那些卖国贼明白什么真正的武士。蠢货，首长恕罪。因为你被谢德放纵，害得龙国失去了陈老这样的杰出人才，让你去追悼会教授道歉，你竟然听信别人的话，变本加厉的羞辱顾教授。首长饶命呀，首长，我也是众人之辩，是科学院那个李延威，他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我就是听了他的鬼话。科学院的代理院长李延威？对，就是他。他说顾教授杀了自己的岳父，还说博士无双勋章是他的。大的狗胆！连青，马上去给我把他抓起来。是。顾教授说他真的不参加授勋大典了。顾教授来电话了，快接。喂，顾教授。什么？太好了。顾教授说什么了？顾教授答应去参加授勋大典。太好了！记住你说的话，如果你敢动婉莹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饶过你。安娜，部长，能不能赢下这场赌约，全靠你了。准备的怎么样了？部长放心，龙国的最火的女明星，也就是授勋的大典的主持人刘薇薇，早就加入我们米国，到时候绝对会给龙国人一个惊喜。因为小子在外国要命，被科学院传出的事情全部通报。另外，你污蔑他杀死岳父的酒行也转不过去。是外国要命逼到走投无路，才相信科部加入米国。没事的话，今天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好。妈，你好些了吗？顾养民，你见不见？爸都把你赶出这个家几次了，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过？哎呀，小青，说什么呢？他是你哥哥。你来干什么？3年之后，我会向所有人证明你们的儿子是有多么了不起。你打算怎么证明？3天之后的授勋大典是专门为我举办的。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那天龙国的最高首长也会在那儿，他会亲自帮我授衔的。顾养民，就凭你这个杀人犯，还想要首长给你亲自授衔，还不亲自枪毙你，都算好了。闭嘴！哎呀，天龙，咱们就相信儿子一次吧。天龙，好，最后相信你一次。爸。那可是授勋大典，龙国最高规格的盛世。就算他没杀人，他不过是个养猪的科研员，有什么资格去那种地方？天龙，好，我再最后相信你一次。
太厉害了吧！多少明星想来授勋大典上转一圈都没有资格，而且薇薇薇是授勋大典的主权呢。哎呀，那天不能跟薇薇比，薇薇你好好的。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我才有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好了，大家时间不早了。薇薇今天还有主持，上去还要走场呢，今天就到这吧，我们先上去，走。哎，顾晓明，你怎么还没被枪毙，还敢来这儿啊？他前天不是已经被养猪科研院除名了吗？根本没资格来这儿啊！为了一个勋章，连自己岳父都敢杀的人，这种人啊，就该千刀万剐。对，谁让你来的，顾晓明？没什么关系吧？起开。哎，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知道我们薇薇在这里当主持人，专门跑过来进骚扰的吧？呸！你这个畜生，你怎么不去死呢？人家薇薇好不容易才好起来，你又来这儿恶心人！姐妹们，打死他！打死！打死！别给我过去打！打死！都给我住手！抱歉，顾教授，我来晚了。今天的宴会，我将全程陪同您和您的家人。辛苦了。又是你，你有没有搞错啊？他都已经被科研院除名了，而且还背上了人命，你怎么还要保护他？他们俩是一伙，他杀人犯，他也是杀人犯。给我闭上你们的狗嘴！今天是龙国最重要的授勋宴，你们要是敢在这里闹事，我绝不轻饶。郭教授，里面请，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我要亲自审。是。放开我！放开我！闭嘴！等会你们还不交代清楚李薇的罪行，还有你们好受的。顾教授，首长一会儿就到，您先去更衣室换一身衣服。我一会儿去出谷向你先把早餐。好。爸妈，你们先过去，我换着衣服就过来。好。换什么衣服？搞得好像你要上台一样。伯父，顾教授今天真的是要……严将军，带我过去吧。现在说这些没意义。你先带他们过去，出了任何差错，我拿你十万。哎，薇薇，你这次是真火了呀！啊，从来没有过哪位明星能踏足授勋大典这种神圣的地方。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哎，薇薇。你看，那三位便是龙国的官员署、工程署、军事署的署长，那可是动动手指，随便就能碾压死我们的存在，那可是真正的威狗卷轴。那我要是爬上他们的床，是不是就没人敢惹我？授勋大典还没开始，你可以上去试试。各位部长好，我是此次授勋大典的主持人，我叫李薇薇。我听说过你。刘小姐真是年少有为啊，居然能当授勋大典的主持人。都是首长提拔，要不然我哪有这个机会。你说的是敖星首长？当然是了。薇薇，那不是顾晓明的家人吗？他们怎么在这儿？各位部长，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先失陪一下。嗯，好。薇薇姐，我是你的粉丝啊。你干什么？顾晓明呢？啊，刘小姐，我儿子养您前段时间对你多有得罪，别在这儿，我向他呀提道歉，赔不是了。也就是顾远明他妈。哎，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们干什么？这种地方是你们能来的吗？赶紧滚！这有其子啊，必有其母。既然顾晓明是你们俩的，那看来你们也是畜生啊！顾晓明做什么是他的事儿，凭什么打我老婆？凭什么？就凭他害得我账号被分，差点翻不了身，子债母偿。今天你要是不跪下跟我道歉的话，就别想出这个门。哎呀，天老，行了。哟，这就是顾晓明的家人呀，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谁说不是呢？养出杀人犯的儿子，这些人还说不定是顾晓明的同伙，包庇犯。快跪下给柳小姐道歉！你知道顾晓明给柳小姐惹出多大的麻烦吗？跪下！跪下！跪下！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还不跪吗？只要你能原谅小明，我给你跪下。秀琴，你给我起来！只要你能原谅小明，我给你干什么东西。柳小姐，是我不好，是我没教育好儿子，您不要跟他一般的计较，有什么罪我来扛。你不跪吗？你要是不跪的话，我可是不会原谅顾养明的，也就等着他被枪毙吧。跪下，跪下呀，天龙，这样给养明还能一条生路。哎，逆子，不能跪。不能跪，妈，快起来！畜生，这就是你说的多么了不起吗？是，确实了不起，让自己的亲妈替你下跪，向别人求原谅。爸，不是这样的，您听我解释。顾养明，你竟然有胆子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擅闯受勋大典可是死罪，你怎么进来的？我是光明正大的进来的。装什么装啊？啊，你又是哪门呢？偷偷尾随我们进来，不就是为了死缠烂打吗？顾阳明，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加可惜。你们未免太看重自己了吧？这么看你的狗眼，好好的看看这是什么。受勋大典至尊邀请函，这可是受勋人士才会有的邀请函。你从哪里偷的？偷的？顾阳明啊，顾阳明，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废话，那当然是偷他同事的邀请函了。他呀，就是个贼。对，儿子，你这邀请函是哪里来的？刚刚你妈已经向我下跪道歉了，本来想给你留条活路，把你当个屁放了。可是你竟然伪造邀请函，那可就怪不得我了。我还真不需要你给我什么，至于伪造，我的邀请函是由敖星首长亲自为我写的，而且今天的受勋大典是为我而办的。大胆！如果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你就是被科研学院开除的那个废物，到这里大放厥词，不想活了吗？不知死活的东西，敢敢冒犯首长，跪下！你要我跪，你还不够格。顾养民，这三位可是龙国最顶级的权势，他们的一句话可以让你死无全尸。你还赶快闭嘴！爸，您别着急，我既然来到这儿，我就不会让你们受一丁点委屈。你还胡说八道什么？这里随便一个人动动手指就能碾死你。刘微微，你怎么在这儿？今天的受勋大典可是首长亲自点名让我来的。这说明首长对我宠爱有加，以后我的星途之路只会更加的灿烂。说不定啊，首长只会更加青睐我。什么？还有这种事儿？就你这种破烂玩意儿，还想和首长扯关系？你睡醒吧你！顾阳明，你说谁破烂货呢？我知道，今天在场的各位都觉得我顾阳明是个罪人，都以辱我为荣。但是我想告诉你们，如果今天没有我，你们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受勋大典。顾养民，你让我能说你什么好？我杀了你！住手！住手！狗一样的贱人，敢对我龙国无双博士动手，真是找死！顾教授，伯父伯母，实在不好意思。简将军，免礼，免礼！你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今天受勋大典的主持人，你敢扇我巴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是你，敢得罪顾教授，真是不知道提高提高。我得罪他，一个养猪的研究员，一个废物而已。等会首长来了，我留让你们全部吃不了兜着走。到时候我要打断你妈的双腿，让她跪着从这里搬出去。哎，微微，你还敢打我？啊，就打了，你不服吗？
他就打了，不服吗？首长，你都不知道，他们刚刚打我。替我滚！张首长，你为什么打我？就是你这毒妇在那胡说八道，不然我怎么会在追悼会上对顾教授出言不逊？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放屁！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在医院就是你让范思干扰治疗导致陈老死亡，科研院的暴动对顾教授的谎报都是你指使的，就连追悼会地址都是你拖出去的。我没有，都是那些脑残粉，是他们干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还敢狡辩！把人带上来。 妹妹，你快救救我们呀！妹妹，他们把我们给抓了。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处？对不起，首长，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可是陈老的死，我真的不知道啊。还在这里狡辩？这是他们的供词，还有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在这儿。你就是鬼。 首长，这些年我为龙国闹了多少事，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首长，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饶我一命吧。顾教授，你这个大明星，何须把姿态放得这么低？顾教授，李薇薇，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让他把我岳父从病床上扔下来？不然他也不会死。你为了流量，让人网暴我。 搅得我家人生活是不得安宁，导致我妈妈现在是精神失常。你放不少科研院，大脑灵堂，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次不是你指使的？不，不是我，就是他们，是他们干的，还不过来跟顾教授跪下，说都是你们干的。顾教授。 他们就是我养的一条狗，你想怎么处置他们都可以，我没有二话。你们诬我、辱我都可以，我都不在意。但是你们千万不该、万不该拿我家人下手，更不该在我岳父的灵堂上撒野。刘薇薇，他们所作所为，自然会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你，你的余生将会在监狱里度过。 没想到你们把事情能做到这一步，真是该死啊！都是你们，都是你们这群小畜生害的我，死也要拉你们垫背！你说的都是真的，爸，你从小教育我要为国争光。 为顾家争气，要做顾家的脊梁骨，我做到了，我没有弯下顾家给我的脊梁骨，您还满意吗？儿子，你是好样的，妈没有看错你。这么些年，你一直在隐瞒着。是，因为我的责任重大，所以有些话我不能跟你们说。顾先生。 顾教授这些年隐姓埋名为国做出贡献，龙国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顾教授一个人。甚至可以说，龙国的锦囊有一块就是顾教授给的。你可以早点和我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可以扛着。爸，您现在能原谅我了吗？小明啊，爸对不起你啊。 把郑重的向你道歉。哥，对不起，是我错怪你。小青，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别再睡醒了。别打！姑娘，这件事都赖你，我恨你！来人，他们给我带下去，3日之后公开审判。
谢先生，请吧。奥谢先生，好久不见。奥先生，好久不见。哎，伯子，你来这儿干什么？是我带他们进来的。是你？难怪到处都找不到你，原来你早已经叛国了。奥谢先生，古介抽这种人才，我们米国很需要，能不能让他跟挪威去美国？笑话，他是龙国人，凭什么跟你去米国？ 这样做，哪有这么没办法了？婉瑜，没事吧？我没事，你千万别答应他。这二凤可不是好习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答应不答应跟我去美国？放开他，我答应你。不行，顾亚明，你敢答应他，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婉瑜，你听我说。 这些年，我一直都对不起你，我为了心里的理想，对你不管不顾。人生在世，有很多事情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所以我再也不想失去你了，你明白吗？那到底走不走？不要动他，我跟你走。啊？ 大家一起干一杯，庆祝我们的胜利！有了顾亚明，米国也有何惧变之处。我们还是世界第一不霸主。一直都想加入米国，听说米国的空气都是香的。是啊，这龙国这地方是又脏又臭，和米国比，就是厕所。顾亚明，再过一分钟，这飞机就要飞离龙国的领空了。 此时，你有何感言呢？呸！卖国贼！顾亚明，你装什么？你也马上就要离开龙国了，你也是卖国贼！别去动了，顾先生。顾亚明这辈子绝对不会叛国。婉玉，你害怕？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死我都不怕。本台消息就在刚刚，米国结识的我龙国的无双国士顾亚明教授夫妇出境，顾教授宁死不屈，在飞机上引爆手雷，英勇就义，享年32岁。敖星首长下令追封顾亚明教授为龙国万古第一功勋，将在明日为顾亚明教授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七天，禁止任何娱乐活动。 杨斌，妈的好儿子，你为了国家的科研工作，一命。顾教授，一路走好。